家人们好，我是老五。现在这个天气呢，慢慢的回升了。今天的天气呢，特别暖和。现在天气回升了，老五就给我们家毛孩子呢，轮流来洗澡，跟毛孩子来洗一下澡啊，不但毛孩子漂亮，毛孩子呢也舒服。等一下还要洗吗？至少要洗两遍。大宝，我看你的发型有点乱了，在没有洗澡之前，我先给你修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剪一点点，把眼睛这里剪一下，要乖啊，毛孩啊，啊，乖，啊，不动，大宝可乖了，大宝乖。把你的眼睛这里一收拾啊，你就精神了。不动，不动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洗啊，啊，大宝啊，乖，大宝乖，很快的啊，大宝啊，怎么样，大宝舒服吧？怎么样，毛孩？啊，洗个热澡舒服吧？谢谢你的小手。不动，乖。乖啊，大宝啊！你要不动啊，洗澡乖，洗得很快的，用不了多久。洗你的屁股。谢谢，轮到你了，你是最后一个了，要乖啊，像刚才那个谁啊，大宝和嘟嘟一样啊。哎，星星可乖喽，我看一下啊，嘿嘿，好好好，真好，星星咋这么好啊，星星啊，星星我问你怎么样啊，舒服吧啊，这温泉洗的怎么样？嘿嘿嘿嘿。星星不动啊，洗洗你的尾巴啊。星星不动。
哎，密密麻麻都晒太阳呢，晒太阳呢哈，小花哈。啊，打着玩吧，你看多多啊，打吧，打着玩吧，嘿嘿 ，QQ。嘘。好，干啥？哎，瑞瑞，瑞瑞，哦，不要打架啊。看一下这都是谁啊，大黄、艳阳、安娜、胖胖、皮皮。